来来来，莫莫快点走，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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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经理的事儿，我爸都告诉我了，这是吓死我了。哎呀，一个电话就把你吓死了，真是！你还能干什么？快坐。慢点，慢点，慢点。哎，莫莫，昨天晚上还真亏人家放过。是吧？嗯，你看吧，我就说了吧，让你平时搞好邻里关系，你偏不听。那我现在觉得芳芳比你管用，明天我就认芳芳当干闺女，你生气不生气？ 我说妈，你的局我来的太晚了。嘿，来，儿子，儿子，工作找的怎么样了？不要太大的压力啊，歇上3-5个月也是正常现象。要找啊，就找个随心满意的工作。哎，随心满意。 他说容易，自己在外面乱闯，结果就不用说了。现在有图一良帮忙，找一家公司，本来我还是热情高涨的，但是和公司老总接触之后，就如同凉水浇头。慢点喝，酒醉伤身。 都做到这个份儿上了，按理说他介绍的工作不应该让你。这工作和我的专业倒挺对口的，就是整个工程的整体水平吧太低了。对我的要求呢，就像是一台机器，零件组装图摆那儿了，我的任务就是组装起来，完全没有任何创造性，也不需要我的创新。见了工作。 根本调动不起我的激情。激情是什么呀？又不是让你去搞对象，还情儿不情？哎呀妈，你就旁边歇着吧，就没听过你累的时候。你的意思我懂啊，可是这份工作真这么枯燥吗？是的。 完全是重复模式化，我对象就是最厌烦了。是啊，儿子，那你说老爸的工作枯燥不枯燥啊？小健啊，老爸又得教训你了啊！刚才你的话暴露了你的软肋，说穿了。 就是看不起简单的劳动，重复的劳动。爸，社会发展的今天，劳动分工越来越细。我懂，可是世界上没有简单哪来的复杂，啊，没有重复哪来的积累，没有起点哪来的终点，没有细沙哪来的高塔。你忘了中国那句古训吗？不积跬步，可以至千里。我没忘，可是。 这，看眼睛一看，这儿，怎么样？感觉？有点麻烦。来这个，陆可，哎，再往下点。哎呦，我说我求求您，您轻点行不行啊？我这浑身都是骨头，哪像您呢？哎呀，真好意思，你这么大人你也说得出口，我这不使点劲，你这经脉能畅通吗？我说爸。 这别人啊，都是花钱到外面请人去按摩，你看你，怎么跟受刑似的？你以为我能给他按多长时间呀？我也老了，这时间长了，我这手也受不了，我伺候不了他多长时间了。哎，对对对，叔叔叔叔。嗯。哼，可是，你可是了半天也没可是出什么来。 来，喝。李健啊，你
你们这些年轻的文化人赶上好年头了，让我们这老辈的人羡慕啊。可是有利就有弊，你们有时候啊，他那就像那空中楼阁，它基础扎得不牢实，遇点风吹雨打，它就显得飘飘忽忽的了。小健啊，你想过老爸这些年的工作感受没有？我知道，爸，您做医生，光是每天听那么多病人在你面前重复的诉苦，说难受，光是想想，也够枯燥，够无聊的。你还是理解老爸呀、可是这大千世界除了重复你擅长重复的事情，哪还有什么生计能填满你的饭碗，体现你的价值啊？记住了，干什么事情都有它的乐趣呀、老爸喜欢咱们中医这行工作，我这辈子都要把它干好了，到头来就无愧我的家庭和孙男弟女了。妈，我今天突然觉得能娶你做老婆真的是件特别幸福的事儿。什么叫今天啊？还突然？我以前怎么了？是啊，以前怎么了？以前啊，是你没发现你妈身上的闪光点。知妻莫如夫，了解我闺女的还是难逃。外表强悍，其实是个挺善良的人。莫妈，你姥爷说的对，你妈呀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刀子嘴豆腐心，凶起人来呀那真是狼牙利齿，可帮起人来呀也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行了，看你说的我还成了雷锋了呢。好了，哎，来，你还别说啊，那件事你办的呀、还真有点雷锋的意思。默默他妈，你还记得20年前你过生日的那天吗？生日年年过，20年前记得。这你怎么可能忘了呢？那天啊，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吃饭，默默正在给你唱生日快乐歌，忽然听见芳芳他妈大呼大叫的，你放下筷子就往他们家跑。记忆还真好，没错，是有这么回事儿。嗯，那时候我下去一看，芳芳妈呀，没到预产期呢，羊水都破了，多危险呐！这一下两条人命呢，我急得我什么都不顾了，我撒腿就往外头跑。那时候叫救护车，哪像现在这么方便呀、
他跑回来命令我组织楼里的人找那个床板大人，他自己愣是一个人跑到大街上叫车去了。当时我急得什么似的，我跑到那马路中间，我什么都不顾了，我又喊我又嚷，结果到底拦了一辆车把方方的妈送医院去了。幸亏送得及时，到了医院没多大功夫，芳芳就呱呱落地了。可芳芳她妈呀大出血，她呢硬是跟着忙活了一宿，到了第二天天亮啊她才回家。哪有你说的那么玄乎，这算什么呀。哎，别说是咱邻居了，就在大街上您碰着这么一个人，那你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你不也不能袖手旁观不是吗？哎，那么说你和芳芳姑娘是同一天生日啊？这可是太稀罕了啊。可不是嘛，伯母他妈你想想，咱们这片居民区老老少少的少说也有几百口人吧，在同一天过生日能有几个呀？再说了，这孩子的命啊也是你和大家伙一块儿给捡回来的。哎呀，你说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呀？芳芳是个遗夫子，这一娘俩孤儿寡母的，哎呀，过得也挺不容易的。要说芳芳这孩子，我从小没少疼她，眼看着她一天一天出落成个大姑娘，这现在这社会多开放啊，我其实我是怕她。哎妈，你别在这制造紧张空气了，我受骗的次数也不少啊。这有事儿没事儿啊全在男人手心里攥着呢，我那个女婿啊分寸感把握着好的呢。我昨天一大早看他们娘俩抱头痛哭，怎么哭得那么伤心呢？是刘洋的事儿，还是遇见什么事儿了？干嘛要哭得那么伤心啊？哎，我说妈，你要是担心人家吧，你别在屋里瞎琢磨，你过去看看不就完了吗？是啊，这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January, and I'm still waiting for payment on many deliveries. Some from September, a few from May. We usually have excuses. 芳芳妈，哎，来了来了，哎 ，Sorry, we don't have any money. 来了，哎呦，她小婶儿啊，哎呦，这真是贵客临门，快快里边请，快点，快请进，快请进，来来来，这个，哎，看看你们，哎，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默默，哎呦，快坐快坐快坐啊，来，慢点慢点，默默，哎呦，我去给你们倒水啊，不用了不用了，你别忙活了，哦，啊，好，哎呦，哦，对了，默默姐，你现在怀宝宝了，饮料和茶水啊都不能乱喝，我给你泡杯蜂蜜水好吗？啊，好啊，谢谢芳芳啊，没事。哎。这人呢都没有十全十美的，你说这芳芳要想学习考试啊，真的不如我们默默。可要是照顾人、心疼人，我们默默连边都不沾。妈，我有那么差劲吗？默默，芳芳妈，哎，你这也是受苦受累受到头了，你呀就等着享福吧。哎，谢谢芳芳啊！那小婶儿啊，要说我这一辈子，我最满意的，就是芳芳这孩子。哎呀，只要她呀能出去是个好人样，我就是遭再大的罪、受再大的苦，我都认了。妈，
怎么又提不高兴的事儿了？我不是马上出国留学了，挺好的事儿啊！一切向前看，不要再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儿了啊！就是就是，芳芳，不是妈妈要去想，是有人呢要来提醒咱。你们娘俩到底遇见什么为难的事儿了？昨天早上我都听见了，你们娘俩哭得特别伤心。到底什么事儿这么难过呀？我们仨来呀，就是想看看能不能帮帮你们。他肖婶儿啊，咱们这二十多年邻居住着，平时还真没觉着什么，可是我们娘俩一遇到了大难，你就过来帮着。哎呀，你说让我们说什么好呢？别这么说，你别这么说，都是邻里邻居的住着，你有什么难事快说吧。哎，我渴了，想喝点什么。我去给你煮咖啡。我想喝茶，就找不着我爸的好茶叶。进去，进去，妈这就给你泡杯碧螺春，给你送进去啊。来。我就是怕骚扰了你，不知道涂总的作息时间，所以啊，赶紧作罢。说吧，有什么急事？廖总给了我十天做方案的时间，我觉得太长了，我决定五天拿下。王健，你……也没什么别的可说的了。一般来讲，我决定的事儿就不会再变了。好啊，那我也不多费口舌了，我明天给你向廖总转达。好，小健，喝吧。妈，你就别陪着我操劳了，赶紧去睡吧。十天，改五天。我儿子真有本事，真提气。妈，你怎么还是这样？老毛病就是不改，那么爱偷听。反正嬷嬷也不在家，我违法了。我亲儿子还能告我去？认这一消息后，悲痛欲绝。可是他自知，哎，这人生啊，就是一出戏。是杯中有喜，喜中有悲。行了行了，你别三句话不离开你那戏文呐，说点正事儿吧。咱们得帮芳芳他们母女俩想出个办法来。你们这东一榔头西一锤子的，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老爷啊，我爸跟我妈吧，让芳芳奶奶给气晕了。芳芳怎么又出来个奶奶了？是啊，我也是今才知道。原来芳芳啊，还有一个高干爷爷、高知奶奶、专家姑姑、明星叔叔，还有……哎呦，慢慢慢，哎，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听他说，听他说。简单的说吧，嗯，就是当年芳芳的爸爸，因为要跟芳芳的妈妈这么一个普通工人结婚，嗯，这芳芳的爷爷吧，就狠心的跟芳芳的爸爸断绝了父子关系。后来啊，这芳芳的爸爸呢，因为出意外交通事故去世了。这芳芳的爷爷呀，就更是跟芳芳母女俩成了陌路人，二十多年呢都没有联系过一回。
是不？听说人家芳芳就要出国了，那边那一大家子人呢，突然主动提出来登门拜访，裘瑾的电话都快打爆了。还好意思呢，什么人呢？还高知高干专家名人，都不如咱们平头小老百姓，哼，整个一个势利眼。嗨，这高级人物啊，自有高级人物的把戏。这不是有一句名言吗？啊，他们啊是下山摘桃子来了。难怪他们俩哭得那么伤心。什么叫世态炎凉啊？蓝涛说的对，戏如人生。哎，你还记不记得锁麟囊里有那么句台词儿啊？这才是人生难预料，不想团圆在今朝啊。哎，生活里的悲欢呐、啊，远比戏台上的故事更精彩。哎，不是因为我年纪大，就站在老辈人说话。其实啊，骨肉团聚，化干戈为玉帛，倒不失为一个双赢的结局。哎，爸，您的意思是说让芳芳认下这门亲？不可能，这也不可能。哎，我有主意了，就按着爸说的，让他们认。嗯，这事儿呢，我来办。我让他们笑着进来，哭着出去。我让他们知道知道，芳芳他们母女俩呀，绝对不是好欺负的。又凉了。小赵，过来歇会儿吧，啊，喝口茶再干，那又不是什么要紧的活儿。伯母，没事啊，我马上就好了。你看，从进屋到现在没喝一口水，真实诚。我家兰兰露不露气啊？哎，嗯，不露了。嗯，好了，咱再试试火。哎。哎着了，好了好了好了，您再试试。哎，这回我做饭痛快了，真不错。走，谢谢谢，来喝茶去。走走，来来来，您等您等。哎，过来歇会儿吧啊，小赵坐。伯母坐，我自己来吧。哎，不用，你看你累半天了，快喝口茶吧。谢谢伯母。不客气。哎，伯母，您这茶沏的可真香。你也那么说？是啊，好多人都那么说呢，说同样的茶到我手里沏出来味儿就香，不知怎么回事。伯母啊，那是因为啊您人好心眼儿好，所以啊您沏出来的茶那味道跟别人也不一样。照你那么说，这茶还通了人性了。是啊是啊。哎，不过啊，你说的也对，我这一辈子啊，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的，没人说我一个不字。不是别的，咱为人厚厚道道，实实在在的。是，就这一点，俩孩子都随我。没错没错，您说的一点错也没有。不过王莹的脾气急了点，这点她可不随您。嗨，可不是嘛，莹儿就脾气不好，为这脾气她不知道吃了多少亏，我让我操了多少心。小赵，他是不是也跟你犯浑了？不是不是，伯母啊，您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要是王莹知道我这么说他，那他非跟我急了不可。小赵，你甭怕他，我跟你说，有我在呢。莹儿啊，他甭管怎么犯浑，有一点好，他孝顺，听爹妈的话。其实吧，也没什么，就是那天我来接他，来得急了一点儿，也没给您买东西。啊？他会为这个不高兴？哦，不是不是，是吧？那天事儿不凑巧，王莹啊，
在胡同口碰见他一老朋友，叫涂一良。结果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王莹突然间的就跟我闹起小情绪来了，说话还带刺儿。我越跟他解释吧，他越跟我生气，结果连我们俩和一位领导订的约会都没去成啊。不过没什么，那位领导啊是我的朋友。我是怕王莹心里不痛快，伯母，您找机会得帮我劝劝他。莹儿啊，就他这脾气，越来越大了。赵处，你也别一个劲儿的顺着他，该硬就得硬。你放心，回头看我怎么教训他，啊。哎。嬷嬷，回家馅包子，趁热吃。看起来特好吃，非吃它四个不行。包子是我们家的，胃可是你自己的啊。嗯，王天奶奶，好好吃，你一张嘴得供两个人呢。知道今天为什么给你们蒸包子吗？今儿的火好，这蒸包子煮饺子讲究的就是火候。前些日子家里煤气灶不好用，今天赵东到家里来给修好了，用着甭提多痛快了。你们看看这包子蒸的，个个都那么精神。不会吧，圣女果君还那么多才多艺呢？小姐，你甭总挤兑人家赵处，你看看人家多实在，不像你嘴巴的事。行了，快吃吧，包子都凉了，有什么话吃完再说啊。我吃不下，气哥让他们气我。谁又气你了？没你事，嬷嬷，我是说你姐。我哪又惹了您了？你没惹我，你欺负赵东了是不是？我跟他是有点别扭，可您怎么知道的？哦，他跟您这告状了吧？颖儿，你跟妈说实话，你跟人赵东发脾气是不是因为梁子？这关人家颓梁什么事儿啊？他到底跟您怎么说的？他要是敢胡说八道，你看我跟他没完。什么有完没完，直接跟他拜拜。小贱，你敢跟人瞎掺和，我和你没完。瞎吵什么吵，都坐下吃饭。好日子不好好过，我看谁在闹。没睡好吧？是不是小轿子折腾你了？嗨，哎，早上的检查你跟你去能行吗？要不我的事情推到下午再去。你别瞎嘀咕了，没什么好担心的。默默，你怎么不舒服了？妈，你别听他的，我没事。这么着，上午检查妈陪你去。不用了，一个人去就可以了。妈，我出去了啊。吃了早饭再走啊。不用。有人请我喝早茶。哎，晚上妈坐锅圈让赵东来家吃饭吧。嗯，他要来的话，我和默默马上就回他们家吃饭去。是默默想吃锅贴，你上他们家干嘛去？放心，回来吃吧，没人跟你们争。哎，我说你月月不知好歹了，是不是圣女果给你下什么迷药了？我和你争，我脑子进水了。我小贱，胡说八道。妈，你别拦他，让他接着说，看看是我不知道好歹，还是你没安好心眼儿。我没安好心眼儿？你呀，傻大姐一个，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我好心把门提醒你，还不领情。我愿意，你管着吗？你管着吗？哎呀，大清早你们姐俩争什么呀？哎，王健，你不是跟童哥一块出去吗？谁开车呀？啊，
对了，姐，你上回带的蛋挞特别好吃，我都没吃够呢。你这回要去喝早茶，帮我带一些回来啊。哦，行。喂，图哥，你到了，要不进来坐会儿？行，那我出去吧。王静，我告诉你啊，以后少把涂一良往我跟前领，他神经病啊，有话不会当面说。吃饱了撑的，他天天往我电脑里写信，故意给我制造麻烦，都气死我了。往电脑里写信。小静，过来吃饭了。没问题，我马上叫我的秘书传真给你。好。好。哇，好靓女了。干嘛不进屋里坐呀？没打招呼就进屋，太不礼貌了。哟，什么时候学的这么客气啊？你都忘了以前你一进我们家门就喊饿，不经允许就翻箱倒柜找吃的的时候了。玲姐，你怎么把我描述成强盗了？哎，王健，走，咱走吧。哎，英姐，去哪儿啊？我送你。不用了，鸡犬不同笼。哎，虾饺要不要？要。咱俩一人再来一份龟苓膏吧，清热降火。你说你呀，不愁吃喝。又不用在外面和人抢饭碗，争命养家，上哪门子火？我呀，是一肚子的无名火。再来两份蛋挞吧，打包带回去，默默特爱吃。哟，瞧这大姑姐当的，哎，默默是不是上世修来的福气，嫁到好人家了？不光老公疼，一家上下没不把她当宝的。她是托了小健的福，我对她好，还不都看小健的面子？可是小健对我怎么了？哎，怎么了？又喊赵东来号了？圣女果，其实这名字挺吉利的，没准今后赵东还得发了呢。去你的，都不是好东西。服务员，点赞。我仔细看了检查报告。是是，现在年轻人身子都娇嫩，哪像咱们那会儿。这不，我儿媳妇这两天就觉着不合适。哟，那可得快看看。我那儿媳妇儿，怀到六个月上的时候就查出毛病来了，这不，孩子也没要成。没要成啊？可不。哎呦，硬是生生给拿出来了。这次啊，我一点不敢马虎，一有点风吹草动啊，我就上医院了。是，麻烦不得。大妹子，我想上趟厕所，一会儿等我儿媳妇出来，麻烦您跟她说一声，让她就在这儿等我。哎，好，没问题。这个包搁这儿吧，哎，没东西，就一点吃的喝。哎，姑娘，厕所在哪儿？转弯就是。哎。大姐，大姐，不好了！你儿媳妇查出毛病来了，医生喊家长，没人应声，先送到观察室去了。哎，大姐，怎么了？哎呦，你先别着急，快给儿子打电话。真要查出有什么事儿来，你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对对对，哎呦，大姐，哎呦，看不见，看不见，你会吗？哎呦，我第一次上厕所，你先别着急。大姐，别着急，大姐，有机会一定去看看啊！来坐坐坐。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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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咱们开会吧。各位都是大忙人，今天咱们就长话短说。首先，我要向大家介绍的这位年轻有为的设计师，是咱们大名鼎鼎的涂总的同窗好友啊，王健先生。王健先生曾任福克斯公司的设计师，我看过他的设计方案，非常好，年轻人，想法新，有魄力。所以呢，这次的工程设计将做大的修改，决定让他来做。
下面请各位老总介绍一下前期的施工情况，让王工对咱们的整个的建筑情况和现有的施工水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怎么样？好，我先介绍一下工程的前期情况是这样的。对不起，忘关机了。你和赵东是怎么回事？昨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你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比较暧昧，让人猜不透。你看他又来了不是？我跟你说呀，就他那嘀嘀咕咕的劲儿啊，真让人受不了。谢谢。昨天呀，他不光是给你打电话了，他还抽空找我们家老太太来呢，把我狠狠的给告了一状，把我说的呀，比那个更年期的妇女好不了多少。说我什么喜怒无常，甚至我都快精神失常了呢。他呢，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害得我呀被我妈好一顿数落。你说他多缺德呀？要说是挺过分的，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还找到家里去，四处寻求舆论支持啊？这点儿他确实让人腻歪。莹莹，虽说她是我给你介绍的，可是咱们是姐妹啊。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从侧面看，我觉得你们俩差距挺大的。交个朋友什么的无所谓哈，但真要是想确立关系啊，我觉得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我当初跟他交往啊，主要是为了替我妈解宽心。后来跟他接触一段时间呢，觉得他这人优点也挺多的。他孤家疼人不用说，毕竟人家在大机关里待那么多年了，这说话办事啊也挺有水平的。哎呀，可是就像你说的，云云，他有时候那一股劲儿上来跟你耍心眼儿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烦，还有好多想法，我们俩还都不是一个心气儿。哎，他，你说实话，是不是心里还装着那个涂一良呢？默默，喂，默默，啊，是妈呀？怎么了，妈？您慢慢说。好，我离医院很近，我马上赶过去。妈，你别着急啊，你千万别着急啊。哎，谁出事了？要不要紧啊？我妈陪默默去医院，好好的，医生就把她送进观察室了，又是输液又是吸氧的。老太太这会儿吓坏了，说话都不利索。给小健打电话呢，小健也不开机，我得赶紧去一趟。哎，赶紧的，我和你一块儿去。不用不用，有事我给你打电话。哎，对了，你赶紧帮我问一下妇产科医院谁有熟人，联系好告诉我啊。我懂。喂，梁子吗？喂，莹姐，什么事儿？王健呢？哦，我没和小健在一起。什么事儿这么急啊？默默住院了。啊？哎，莹姐，你先沉住气，我呢先去医院看看，如果需要的话，我再把小健从工地上拉回来啊。好好好。说呀，啊，大人孩子没危险吧？要是有危险，咱们先报大人。哎呀，妈，没那么严重。给咱默默检查那个大夫啊，是个实习生。他一听胎儿的胎心过快，害怕出危险，就赶紧采取措施了。我的一个戏迷啊，是这个医院管后勤的副院长，刚退。我托他给我找人，他就给我找了这个医院医务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呢，又帮我找了科主任。科主任是个年轻的专家，他这会儿正会诊呢。我跟他说了咱们那个默默的情况，他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一会儿就来，来给他好好检查啊。这吓死我了！多亏没大事儿，快把你的汗擦擦。姐，哎，默默。既然没什么事儿，就让护士把我这针拔了吧。哎，别，不行，别，我打的都很难受，别动，别动。
忍着点吧啊！怎么着也得等专家看完了再说呀。对呀对呀，专家会诊呢，马上就来。乖啊，听话听话啊！哎呀，把鞋累死。嗯。星星。